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my。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美丽佳人跟 Beauty Box 联名的这个美妆体验盒开箱。那其实台湾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美妆体验盒的，就是国外美妆体验盒厂商进来。那我那时候就已经有订过，就是 Glossy Box 的美妆体验盒。那时候订了三个月，第一个月的东西好像还不错，后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奇怪。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妆体验盒这个市场在台湾就是很难做起来，所以后来它就消失了。那过了好几年之后，我就有一天就想说，因为我现在是就是会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嘛，那有些东西真的就像伊娃说的，就是东西要小小包装一点，比较就是才有理由可以去买新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再来找找看有没有美妆体验盒这种东西，就是 Google 了好久，现在好像台湾就只剩下这个 Beauty Box， 就是存活着。所以我就马上在三月底的时候我就马上订了。那他订了之后，他很特别，他订了之后他会先送来当月的。所以说其实我今天要开箱的这个是三月的东西，那时候订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网络上，就是在他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说他的东西是什么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今天的开箱内容的话呢，就请你继续看下去咯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美妆体验盒的外观。它的外观很可爱，它是一个缎带的东西装起，缎带绑起来的。然后我想美妆体验盒都是这样子，它就是要有让我们这种爱买东西的女生有一种开礼物的感觉。那首先就先把这个缎带拿掉，它其实就是把它拉掉就可以了。拉掉之后就可以直接把盒子打开。盒子打开之后，里面有一个 DM， 它就是有介绍说这个东西是，这个盒子里面有哪些东西。那我先来看一下，这次的美妆盒里面有一个颈部无痕的炼金颈霜，然后还有护唇膏等等。然后打开之后，盒子里面长这样，它用一个。我觉得好像美妆体验盒都是要长这样，就用纸把产品包起来之外，它还有一张小贴纸，所以小贴纸撕开来之后，把这个纸掀开，就会看到里面的东西。那这个真的是很可以满足我们女生喜欢收礼物的那种虚荣心。它就是如果说是每个月都订购的话，你每个月收到的东西就都会是惊喜嘛，所以那个惊喜感就是大于整份产品的价值，我觉得。那首先打开来看到这个是李可诗的花萃极致美白保湿乳，那它是说它可以淡斑，可以保湿，另外还有米粉末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，缔造丝滑触感。那它的用法是早晚在淡斑精华，就是在它同样它的淡斑精华后，反正它就是穿插在你的保养中间，用涂抹在脸上，让到肌肤完全吸收。那这个我试用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心得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喜马拉雅的维他命 D 修护唇膏。那我想护唇膏的东西就是要用看才知道，它是一个正品，就是它是10公克的正品。那再来有一个是一样是刚刚喜马拉雅的产品，然后它是乳霜蜂蜜香皂，它是说它天然温和不易刺激，然后在清洁的同时也可以滋养细致的肌肤。它也是一个正品，它打开来就是一个很大颗的肥皂。那其实我现在已经比较没有用肥皂的习惯了，所以这个我之后用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看看。那这边有一个 Philosophy 的三合一洗面乳，它是说它是卸妆洗脸化妆水一瓶搞定，它可以洗卸调理兼具的
脸部与眼部洗面乳，所以它也可以溶解你的彩妆。然后它这边还有附一个 DM， 但是因为我太晚开箱，现在已经四月了。他说这个 DM 到三月底之前可以去 Philosophy 的专柜享有手部护肤的体验之外，还会送新客保养的体验组。这个还蛮划算的，这个也是要之后我试用看看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。接下来这边有一个Sophie's 的活肤润肤水，那它是说它可以中性它可以让那个皮肤就是在洁肤之后平衡跟保湿。那这个的话，我想要拿来给我老公用，因为我老公他就是皮肤干燥，但是又很容易出油，他都不用保养品。那我想说用这个给他用，应该是蛮适合的。他只要用这一罐就好，给他用用看，再跟大家分享。最后是我这一次最期待的这个东西，极致修护炼金系列，它是 Red 怎么念啊？这个品牌。它是极致修护炼金系列的颈霜，那它用法是说让你就是可以让你的脖子变得紧致，然后可以让你的配合按摩的话，可以让你的肌肤紧致散发亮丽光泽。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可能是年纪越来越大，脖子好像有一点松弛，所以我很期待这个产品，如果用了之后有效果我再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Beauty Box 的开箱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就请你帮我按个赞，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法都可以留言跟我说。那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的彩妆生活分享。那谢谢大家看到最后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